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欢迎收看《创爱世界》。今天我要来挑战路人 One on One。其实我本人不是很厉害打篮球，不过人生就是要不断的挑战，所以今天我要去挑战那些人，挑战他们 One on One 武力。所以今天我希望胜负不是重点，失败是成功之母嘛，过程才是最重要。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One on One， Let's go。 谁不介意上去又是最强的？这个你啊，武力吧，输赢不重要，过程最重要吧。他一定输了，我跟你讲他一定输了，我很看不起。没有，我不是很厉害打的。现在我找到这个路人，我想跟他 One on One。叫什么名？今天我挑战了圣洁石。哦，今天我跟圣洁石来 One on One， 武力定胜负。然后我希望胜负不是重点，就是过程最重要。OK 啊，就胜负不重要。哎，你脱鞋，我也脱鞋了。OK 啊，我再比较公平一点。哦，你要这样公平啊？只要我踩到他脚，我快踩他的脚。武力。哦，今天我不要吃零，我今天玩打一分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我太久没打球了，我一定输啊！一定输是吧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吃零了啦！来，游戏要吃零啊，游戏。我看你吃零啊！哎呀，好像有点久。OK， 终于看着你吃零了。哎，有心啊！终于不吃零了。3-1。我不是吃零啊，在美国没过。哎，这么一直在咬。哎，哇！已经4-2了啊。可以敲三点吗？喂，游击不错，游击。我突然间有点看得起你啊。雨琦几粒啊？四对四啊！雨琦，原来你这样有实力的啊！哦，
最后一粒拍的美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今天哎，圣杰啊，圣杰，很谢谢圣杰参与我这个挑战，我5-4我输给他，不过胜负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过程，谢谢你。我看你年轻纯白，我觉得我要死了，我要去喝水啊。你喝水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